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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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圣妙法莲华经略说，各位比丘、比丘尼、各位沙弥、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请放掌啊。那我们呢继续呢来跟大家提到，他说在这个祭文祭诵当中呢这个重新诵出了这个三圣人对于这个佛，现在我们释迦佛以及十方诸佛的这个有甚深难解之法，他不能理解。那么就是所谓的被动那个执着，然后呢发起这个疑心，那么他提出这个怀疑的内容。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刚开始这个慧日大圣尊这记文这个74页最后一行，慧日大圣尊久乃说是法，自说得如是。如是什么呢？立无畏三昧、禅定、解脱等不可思议法，道场所得法，那么无能发问者。这也可以啊，89啊，你们是哪一种？哦，不一样哈。哦，好，那个不同的本子是89页，89页，第几行啊？你们的是第几行？慧日大圣尊那里。好，那这个本子。不同齁，看起来蓝色的对，不一样。好，那这个文中呢所谓的也可以读作我亦难可测，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世尊的意思，但是是我们舍利佛描述的说我那个我亦当然不是舍利佛，是释迦如来就世尊。那么呢是由舍利佛来描述您说我亦难可测是这样就更容易懂了所以无能发问者也是那么我亦难可测亦无能问者无问而自说，这也都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舍利佛的描述描述什么呢？没有能问者无问而自说是指世尊自己说，所以说这个我法妙难思那么直指不虚说讲到这样的意思。那所以说后来他说了，那么这个说了呢也没有人能够问他只能够问的是问什么，问说您讲这个甚深难解之法到底是什么，顶多只能问这样不能问那个哪法的内容是什么呀，没办法问的但是那没办法问，世尊还是要诱导你去想要理解的这种动机，所以世尊说我法妙难思，甚深难解，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像这样子的说法，那么这个能够动所有声闻人的疑心，为什么呢？因为声闻人他已经证果了，就他的理解来说他的因缘从初入佛法就是理解四圣谛，四圣谛是可以理解的呀，就是说第一苦谛，那么我说是苦，那么无能令其有乐，那么呢那么苦因知，那么苦因断，苦我已断，这样子对苦世尊这样子做了说明，这种说明没有所谓的不能理解的，包括苦的内容，顶多就是深入，
不深入，但经过世尊的解释，那么佛弟子在禅定当中观察欲界的苦、色界的苦、无色界的苦，都是可以随顺那个内容而去观的，所以它是具体可知，没有所谓的只有佛跟佛才能知道。那如果只有佛跟佛才能知道，那我还怎么修呢？只有佛跟佛知道啊， 我还不是佛，那我怎么修呢？啊、哦，所以这声闻教法就可以理解为相当的人本的，很人本意义的、哦，很有人本意义，人为本的，啊、哦，它并没有超出人的经验之外啊、哦。我们讲人本，人本就是人的经验啊，以人的经验为本，啊、哦，是这种意思是这样啊、哦。好。那么可是呢，你看这个他描述了世尊的要说的内容的时候，他说自说得如是，如是什么呢？力就实力，事无所十八事无所谓等的三昧。那么这以三昧的什么呢？禅定、解脱等等，它是不可思议法。什么不可思？意念没有经验，语言可以思；语言当中没有可以论义的。比如说，我们没法跟眼盲的人讨论啊、这个色彩问题；我们没办法跟耳聋的人讨论古典音乐，或者是啊、什么样传统的音乐，我没办法讨论。那就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他经验中完全没有这个东西，这叫不思也不议，叫不思议。所以你看啊，刚刚讲的四圣谛这一类的概念是可思议的，那这个阿罗汉也证得，透过这个思跟议。他能够证得，那就很清楚啊。怎么现在讲了一个不可思议法，而且还是您世尊道场所得之法？道场就在你修道当中所得的，当年就得了。然后这是无能发问啊，而且是难以可测，就唯有佛才能知，所以没有人问。既然这不可测，也不能思议，所以不能问。那您无问而自说，那么。还称赞称许赞叹呢、啊、称叹这个所行之道、啊、这样子的一个不思议之道啊、哦、那么呢这智慧甚微妙，诸佛之所不但是释迦佛宁德啊，还是诸佛十方佛德，就是二又是二种了，又分两类啊、哦、释迦佛以外的其他诸佛，释迦佛在此世界嘛，我们亲眼看得到的，照说他是很亲切，我能理解的。但现在释迦佛说那个法我们不能知之外，还有其他诸佛之所得也是如此。哦，那这样子就让释迦让这个舍利佛这个很有智慧的人立刻意识到有一个大区块，那个区块是只有佛那边才有的，而我这边我们这个乃至于已经解脱生死的罗汉，是连问都无法问，无法思维啊、哦！他宋词说了这件事情，这就是佛的智已经是这样，是难以可询问的。接下来呢，这一段无漏诸罗汉即求涅槃者，今皆多有这在。描述什么？描述说不是只有我舍利佛不知哦，现在是大伙儿另外这一群人的完全都不知道，完全也疑惑了。你看啊，刚刚讲二字两类佛，对不对？现在释迦佛以及过去师以及所有释迦佛以外所有其他佛，有一个甚深难解之法，先说明了这样。接着就说。所有的包括舍利佛在内的所有四众三圣的弟子，诶，这指的三圣弟子只要是指的声闻、缘觉跟菩萨，那菩萨不是能懂吗？不，他这个是声闻的菩萨，也就藏教的菩萨，他只理解缘起
教理而已，就性空教法而已。哦，所以在近现代啊，这个西方研究佛教啊，然后乃至日本研究佛教，最后接着是这个华人早期的大陆的出家人，到现在连接过来出家人，很多学所谓的啊这个大学教授开的那种课，那么当然是以西方人角度来理解佛教，大概就是缘起性空这种概念。啊，对龙树菩萨的理解呢，也大概是就是停留在缘起性空。他从缘起性空不能出妙有，那个空跟有，所以有当中还有个中道实相，这样子，啊，就理解的就相当有限。啊，西方人在这方研究，资料也不多。哦，但他除非他研究天台，问题是天台中文的内容他没有范文好比对了。哦，所以呢，对西方人来讲，文字的理解就有难度。啊，日本人当然也有这种研究，他早期的学者能够读中文读得还不错，但是呢，终究不是他的母语。哦，那天台几乎都是用汉文，不是几乎，一个就本质上就是都用汉文写的，所以他被外国人研究的几率就不高。那研究不高，他国际化就不足。那因此呢，国际上面理解的佛教大概就是藏教的佛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只有缘起性空。那又有一些出家人呢，他也不了解，也不知道，或者没因缘研究天台，或者天台理解的他有他自己的理解方式啊。我们不能说错了。好，那理解方式的结论是跟天台最终自己天台本身的结论是有差异的。他研究天台最后是也不能完全理解天台，或不接受天台。那这样情况呢，他可能就跑去理解那个比较容易懂的，而且比较人本意义的所谓缘起性空的这样的道理。那么就只是执着空性，这些都只是藏教。那藏教当然也有。也就是说，他理解的道理是只有缘起性空，但是呢，他的发心呢是愿意行菩萨道，这愿意度众生，这叫做藏教菩萨，是有的呀。啊，说我的道理没有懂那么深，但是我愿意助人，我愿意利益众生，这是有的。啊，这是有的。那这样的菩萨会不会再来呢？啊，会不会不入涅槃，不像阿罗汉圆觉佛哦，这样子来再来投胎呢？基本会，但他永远他就是不是说永远了。他如果是定性的藏教人，就定性，他就是这他们理解就是只理解这个缘起性空的话，他即使再来，他还是就在那个缘起性空的观念里头，跟教团当中学习这一类的教法，对他来讲是相对熟悉的。那因此他一样会行菩萨道，但是他开口闭口只能讲缘起性空，是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讲的这样子叫做藏教的菩萨。所以藏教就变成你理解，就理解教理的内容来说，它是只理解缘起性空，但是发心跟根器的立顿不同，它就分这个声闻人，就证罗汉果的，还有能够自证观察十二因缘根基比较利的，能够自证这个缘起性空，观察十二因缘能自证缘起性空的缘觉佛，或者叫独觉，就能够乃至于离开佛，佛不讲法，他也自己能理解到宇宙的这个真理。哦，不是说一定要佛，但这仅止于缘起性空。哦，这样。那么第三者就是发心的不同的，他不会只求自己离苦得乐，他愿意再来人间，啊，他没有立刻要证那个啊入那个果位，他可能出果二果会进入，但是呢，他没有急于证极果入涅槃，他觉得这有缘的众生要继续度完，那他就会随缘的再来投胎。好，所以大家投胎。像我提到的那个德登和尚，因为亲近他的人并没有跟我讲到，他也大概没能力，
他没有跟我们讲到说，哎，他到底在教理当中他是怎么说明的，怎么解释？不过我们知道他办的活动都是啊、就是一般汉传佛教的活动啦，梁皇啦、水忏啦、哦，放焰口啦，哦，这样子。那好像也有佛七，哦，是这样。但是呢，他有少分的那个寄语，哦，他写在那个笔记本上。但是那个时候看过，就这样看过，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哦，但有那个禅宗的味道。那如果是禅宗的话，那他就不会是只有缘起性空，不会。哦，禅法本来就有各种的妙用，它这个能生妙用的，啊，那看各个禅师的悟道的内容深浅了，啊，基本上都能够起这从空起作用，所以的但住于空性的情况，或许也有，因为禅师的悟入的内容，依着他的师承不同，还有他个人的根基也不同。所以不同。那但是呢，一般禅法被禅宗，中国的禅宗的这些手法，无论是悟出来怎么样，基本上都被归类为大圣。那既然是那个归类在一般的大圣当中，但是大圣，如果大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愿意利益众生就叫大圣，并不保证他理解的教法是三谛还是一谛，就是所谓空性，但理解空性。换句话说，也不能以他被分类在大圣来论证说，所有禅宗的有所得的古德呢，每一个人都会有妙有见，那也不尽然，要看他的语录才能知道。所以他就因为禅宗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修法，他不立文字，所以他你也很难说他是依着哪一部教典的那个具体的步骤修出来的，很难。即便是这位禅师推广诵金刚经，那位禅师推广诵楞伽经，你也很难说他到底他自己得的理是什么样子的理。汉传的禅宗更大的意义上是指他的修法的那个形式是怎样，态度上是怎样，但是难以直接就以此就证明说，哎，他一定正得的就一定是三谛或二谛或者是一谛，很难哦，没办法，要从各自的理解当中看，特别是在末法来的话，那大概就是南宋元明以来啊，那么禅宗就很衰弱了。那到底有没有真悟？悟的程度是怎样，都已经很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了。那更何况说你要从悟当中说他是悟度什么样的教法内容，就不知道。但天台是依教出禅，这不同。他教法很清晰的，就说到处都跟你讲三谛，不能理解三谛的，就是你还表示你还没有理解天台的道理。就这样，这么简单。那你慢慢的，你理解三谛，正诵持法华经，能够圆解这个三谛的内容，也接近就是差不多禅宗讲的开悟。好，但是他确定的一定是三谛的内容，理解的一定是三谛的内容。哦，是这样。那好，那么为什么我要解释这件事情？因为在智者大师在这一段，他说明了说他在诵这个三谛。三圣四众弟子们的心中的疑问，三圣、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圣。那么，就讲到三圣的话呢，那么这个只是讲发心，好，还有他的根基，并不是说他这三圣呢就。理解当中有一圣叫做菩萨圣，就是理解为三谛圆融的，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法华会上他的当机众都是藏教人，懂吗？理解的都是缘起性空的为主，是这样。那因此他就算是行菩萨道，他也是帮助别人会未来要么去证罗汉，要么就证圆觉佛，这样子而已。
啊、哦，他果位就是这样，而且他认为那就是佛的果位，啊、哦，所以他会疑呀、啊，疑说，哎，奇怪，佛陀你怎么还有更深的教法，懂吗？如果是已经知道三世那个三谛圆融或三谛次谛能够体解的这别教菩萨，他当然就知道佛陀讲的不思议法就是讲的三谛圆融，他就不会怀疑。好，这点要知道，所以天台在这方面很解析的是很清楚，没有模糊的空间啊。所以智者大师说，以下这段文呢是三圣人四众弟子共同内心起的疑，怎么疑法呢？我们来看文：无漏诸罗汉，祈求涅槃者，尽皆堕疑王。佛何故说是？祈求圆觉者，必求比丘尼、诸天龙、鬼神及乾闼婆等。相似怀犹豫，瞻仰两足尊，世事为云何？愿佛为解说。啊，愿佛为解说，不是为了为为我们为我们解说。你看啊、哦，说是说三圣的啊，那么标题上这科文上面的这个三圣，那三圣你看、哦、第一种无漏诸罗汉，啊，祈求涅槃者，尽皆堕疑王。佛何故说是第一种。那第二，祈求圆觉者，必究尼、哦、那么再来诸天龙鬼神及乾闼婆等，这就是畜生或护法神等，他们是行菩萨道，所以要来护法、啊、所以你看是不是三圣的圆觉、哦、那无漏诸罗汉，对不对、哦、然后再来这个祈求涅槃者，祈求涅槃者，所有一切求涅槃者的声闻人啊、哦，那尽皆堕于网哦，还有祈求圆觉者，有没有？那圆觉人，那再来就是诸比丘、比丘尼，还有诸天龙鬼神及乾闼婆等，他是要么是天神，要么就是有的是天龙八部，龙是畜生，但他发菩提心，他发菩提心的，他想要护法。你要知道菩萨那个罗汉没有说他要护法，罗汉说他要去证得法，他要赶快完成，他认为证得法就是护法，是这样。可是天龙他就是他天神，比如说乾闼婆、哦、那个、哦、乃至于那乾闼婆等、哦、那鬼神这些的，要么鬼神天神，要么人，要么就是说呢有天人的福报，但是呢没有天人的德的那个，那我们有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有福报的鬼、哦、鬼的范围很多，到很部分是跟天人是重叠的啊、哦、再来乾闼婆，这是天上的某一类的这个什么呢天人，但是呢他不是一般的人啊、哦、好，然后再来龙是畜生，那他们呢是怎样？他们也学佛，但是他更发愿要护持法教，那这就是行菩萨道啊、哦，这所谓的菩萨之类的啊、哦。那么这样就三圣了。那么你看他怎么说他怀疑呢？你看啊、哦，无漏诸罗汉及求涅槃者，今皆堕疑网，他们是堕疑网，堕什么疑网？他说佛怎么这么说？佛何故说是？为什么？因为啊，我就随着你。您教法我来证罗汉，不就极果了吗？就终极了吗？已经是结束了，毕业了，那怎么还有那个不可思议的无能发问的那个法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佛何故说是？还第二类，祈求圆觉者，比丘尼，还有诸天龙鬼神的菩萨界及乾闼婆等的，相似怀犹豫，瞻仰两足，他们也犹豫，跟前面一样的内容啊。世事为云何？世事到底您说的那个难解之法是什么？为云何？啊，愿佛为解说。所以大家都在那里。那好，那么下一段呢？说于诸声闻众，这是舍利弗自己描述自己的疑，于诸声闻众，佛说我第一，谁说第一？什么第一？智慧第一啊！所以这里头就是
这段文就一下子就看出来，这段文是啊，舍利佛自己说自己了。好，你看他别开来说他自己，说于诸声闻众啊，这在声闻众当中啊，佛说我是智慧第一的啊，我今智于智，疑惑不能了。现在呢，我对我自己的智慧，到底我算是第一吗？我第一在哪里呀？我怎么全部大陆人讲叫懵了啊？这完全。就糊涂了啊！我今智于智，疑惑不能了。我真的是第一吗？怎么我跟大伙儿一样，完全搞不清楚状况？那我还第一吗？这疑惑不能了。这件事情只有佛才能把它弄成那样。那罗汉，你要知道罗汉有没有慢心？是有的，呵呵，是有的。他的慢心不会贪嗔痴慢疑，本来是这个是五力五顿死，死就是烦恼，是五种很根本的烦恼。那怎么那罗汉是出烦恼的吗？不是吗？怎么会他还有慢心？他有法慢，他不污染他，不会继续让他堕入轮回生烦恼，不会。但是他对他自己所证得的法，你是不能动他的，因为他从这里头自知证罗汉，你怎么可能动他？说，哎，罗汉，您这位罗汉呢、啊？你证得的不对呢？你对吧？他不会打人的，但他会瞪你。他有法慢，懂吗？有法执，他没有我执，但是他有法的执。这他还会执着他是罗汉。哎，也不是这样讲的执着，他会执着那个解脱，他不执着身份，他会解脱那个价值。因为他就是求解脱来的，求解脱来的，啊、哦，是这样。所以说，是我今智于智啊，是疑惑不能了。所以他会产生这个疑惑是大事情了，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他是第一嘛，对不对？于声闻人中我是第一，那我都自己产生疑惑了，那事情怎么样？好，唯是究竟法，唯是所行道。他怀疑说，我这个所得的智慧啊，到底是不是究竟法？唯是吗？就是吗？是唯这里的唯是有疑问的意思，就是是究竟法吗？那么是世尊要我说的所行之道吗？不然怎么我都一点都不清楚？就我所证得的是真是世尊叫我行的道吗？我行对了吗？那是究竟之法吗？你要知道，罗汉本来就认为他那个是究竟法，他行的是佛道，而且最终的结束。现在他开始疑这件事。这个天台宗讲得很好，他说这叫做让声闻人讲持小目大。世尊要看大包圆，让你声闻人听了之后叫持小目大。世尊看大包圆四个字就讲完了，赞叹大乘，包就是那个赞叹的意思啊，赞叹圆教圆法，就是三谛圆融，一直赞叹，好像把你声闻人摆在旁边似的，你证罗汉果我好像都没见到一样。那你就在旁边急了，哎，世尊一直赞叹那个，都跟我赞叹都跟我没有关系，甚至我都听不懂。这个时候他就会怎么样？持小目大，什么意思？就是说，世尊说，哎，你不懂哦，因为你那是小乘，你自己说的，你以年岁朽慢，于大圣于菩萨法不生一念好药之心，那你自己说的哦，所以我赞叹。的跟你没有关啊，我觉得价值在这边，那他就会怎么样？就觉得持小，就羞耻自己修的是小圣，还住在小圣上，犹如无知小儿得少为足。法华会会上他们自己这样讲，这就是持小，这样懂吗？啊，就是啊、哦，像小儿一样，那得少为足。那给我一支冰棒，我就吃得很高兴。再给我好吃的山珍海味，我说我不吃了。
这样，那不是因小失大吗？佛陀，非佛不教我，我无代所说之因。也是法华会上这样说的。他说我也没办法怪佛啊，这是我自己不想听啊，那有什么办法？这在法华会上处处都有这些互相印证的内容，这样听懂吗？啊，是。所以以经解经，你就会看到，就它是一致的。啊，那么以我不了，为是究竟法，为是所行道。啊，那接着，送佛子仪啊，就是下面这段文就是说明我是佛弟子呢。啊，真我还真疑惑了，我是佛弟子，就我是恁囝，啊，怎么现在爸爸有财产？完全我这个做儿子的一点都没关系，一点都不知道。哇，这个疑问事情大了，这真就是持小目大的概念啊，就羞耻自己得少为足，持小目大，终于想要怎么样，想要倒落去。那好了，那世尊您的那个不可思议法我来了解，我真的受不了了哦，你就是一直赞叹，那我一点理解都没办法哦，那这样子说，我的那个法不是究竟法，我所行的道不是究竟之道，好，不是佛之道。哦，您显然还有另外的道，我没学的，我目那个大，持小目大啊。那么好，那还没到那一段呢，他先说了，他说现在说他自己啊，说所有的声闻弟子，佛口所生子，佛口，佛呢，声闻弟子为什么叫声闻？有声音然后来听闻，就听闻在教法，然后我听了就理解，我一定要以这个教法听闻的作为基础讲得出来的。问题是大乘法很多是讲不出来的，要你自己悟啊，那不是由声而闻而悟，是要你自己体解的，你要有信心，信为能入的。所以为什么叫声闻人？那都是人本意义的，讲得出来的。极乐世界我怎么弄一个给你看，我再怎么讲也是讲不出来，我只是模拟经典的意思讲给你听而已。然后你说这阿弥陀佛呢，一直念一直念，最后你心中会见佛，这其实是模拟讲给你听的，那甚深微妙，你也那是没办法操作也没办法实验的，你懂吗？但是讲苦空无常完全可实验的。那么然后讲修道断苦是完全可实验的，是可具体说的，这两，所以大圣太多是不思议的，他只能让你用信，让你去操作，然后让你去得利益。他不是说怎样怎样你做了，你会亲自看到那个得利益的逻辑，你看不到。念佛然后被蒙佛接引，你说这是人间具体的逻辑，难说。是吧？我告诉你说，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因为念了第几句之后，他就会从地涌出来给你看，没有啊，没有这种标准答案，是不是？我有心去感通，感通完了，观音菩萨出来也只有你感应到的看得到，他也没有客观的隔壁的说，你看到吗？我念了，你看看，观音菩萨出来了，有没有？那旁边说有耶，我们都看到了，没有办法这样。个人印证的，他是不思议的，大乘法就是这样的特别。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在谈什么理性，理性当然可以，理性只是基础，你要死在理性上你就信不了大乘。声闻人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个因，就是这个天生就是这个样。所以现在是理性主义，人类的人本理性，我常讲这叫人本理性充斥在全世界。比如科学就是啊，科学我可以这样验证，然后你也看得到啊，那看得到啊，这叫科学的，大家都看得到才叫科学。那结果你念佛，你感应佛，然后呢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加持你，这是你的事，然后人家就说啊，你这个叫做宗教情操，宗教妄觉，宗教妄想，他把你想成这样。或者没有那么恶劣，他就说信其有则有，信其无，下面那句话就是信其无则无，就爱信不信。再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种人会信才会这样想啊，我不信跟他无关，
就你看看，对宗教的疏离感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末法。为什么我们要定宗教基本法？就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法治环境越来越对宗教疏离、不在乎、压制。你看最近有个报纸出来，就是有出家师父去发放那个什么早期啊，就去年呢有那个口罩啦、防疫的，还有那个检测那种鼻子鼻酸的那个东西，他去发放送人，而且他没有群聚，他就去帮忙送，警察跑得来要业绩，他就叫他说：“哎，那师父你签个名。”没跟他说明，说签什么名？就一签的就是什么？就是说签名自说我在群聚。当时有一条法律，有一条卫福部很大呢，卫福部可以自己定新的法条，而且不用经过立法，因为那是为了防疫的必要性，给他这个权利。他就说你不能够群聚。结果呢，他就签名了说我有群聚。第一，你让那个师傅在做那些动作，本来就没有超过十个人，不算群聚。第二，你让他签的时候，你又没告诉他你在签什么，让师傅糊里糊涂的签，他信任你嘛，签了。第三呢，他后来那个师傅就去抗告嘛，去跟卫福部讲说：“哎，我没有做这个事啊。”卫福部居然不让他去具体的说明，这有行政疏失。所以第三个，这就官官相护了。结果那个卫福部多狠你知道吗，就跟他讲：哎，驳回了，你要不你就去提行政诉讼了。他认为出家师父没能力也没钱嘛，去提那个行政诉讼，意思就是说你就罚6万就对了啦，我要俩高铁你听哦。哇，这是你看看，国家是人民的仆人，你今天的薪水是人民缴税给你的。你不要看出家师父没缴税，出家师父只要有开车他就会买汽油，买汽油当中就有税了。他在住在新北台北，他要丢垃圾他就要买什么垃圾袋，那就是有税的呢。他任何 7-11 去买东西，或者是哪个地方买东西，只有传统市场还不一定以外，只要有拿收据的他都有缴税呢。他的税务难不成是由商店去吸收吗？当然不是，是什么？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每一张发票都有5%的税，那都是买方在付的呢。哪个师傅不买东西？哪个师傅不拿发票的？哦，当然有部分东西可以不拿发票的，路边买一把青菜是可能没有发票，但很多情况是有的，对吧？所以说你师父也是国家的主人之一的，民主就是人民为主，是这样。哎，你一个政府机关，你拥有行政制定权利，你也拥有行政的裁量权利，结果你不让他做说明，你就说你去告我啊，意思就是这意思，这么跋扈啊，这政府是这样子对待宗教的吗？你看这是在民主时代的当今呢，去年的事而已。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慢心，他对宗教他或许嘴里不承认，但那就无所谓。他觉得哎，你们信的人傻乎乎的啦，哦，那不会再留在家里看8点档，结果现在看我这个和尚党，这样坐在这里看和尚党。8点档不是很好吗？翘着二郎腿吃东西，还有天伦之乐，在家里好舒服啊！你讲戆戆的，头壳可能歹。你说他是看法是这样，然后他嘴巴讲理啊，说哦，我们都尊重宗教，是的，尊重宗教的选票，是这样而已啊。你看那政治人物对不对？啊，每到选举的时候，哦，奉承阿谀，到了各庙里都去拜拜，神也拜，鬼也拜。这个上帝也拜，佛也拜，菩萨拜，不管谁什么的什么鬼玩意儿他都去拜，只要有票他就拜。这是很幼稚无知，也很不负责任。没办法，这华人文化就是这样子，它是很人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制定法律，不是说要求他们要来恭敬宗教，不是，是说让国家知道宗教非人类人本思想内容的，人类有一个区块是他不懂的，那我们对那件事情尊重，那个是一种至高真理，这个至高真理是各个宗教都有的。
不要再要讲什么哎，那什么宗教诈欺、宗教诈财。我说过那个说法是不对的，那是假借宗教名词。那为什么我会被他假借宗教名词？因为我们的基本国民教育里头没有告诉老百姓什么是宗教，宗教在做什么事都不讲。他说叫做政教分离，不，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教育懈怠，这哪叫政教分离啊？分离不是说我不去理解你叫分离啊，是我理解你，但是呢，在各自的范围当中，各自做各自的事，不互相影响，这叫分离。不是说我不要去教导我的老百姓懂得什么宗教，宗教到处都在，哪怕出了国外更是在国外西方更是处处有宗教内容。我一个国民出国旅游这么个多，他对宗教一点都不理解，你不觉得这很笑话吗？你不觉得这样出去会让人家看扁吗？这是一个世界早就在各国政府就存在了的一种文化内容。中华民国的宪法还规定我国是多元文化国家，对于各种宗教都应该要能接纳。他还讲了这样呢，结果你学校里头宗教的基础教育你不让宗教师代表去写他们的内容，然后去教的，不是去弘法，不是，也不是去拉信徒，都不是，是一个客观介绍。结果你让那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去瞎掰乱写，然后你说我也在介绍宗教，这哪有这种道理？这就是什么国家的教育权过大过度的伸张，不谦卑，不尊重专业。宗教有宗教的专业啊，现在为什么他会这样做？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从古代儒家思想一直继承到台湾来，他的想法就是为官者大，皇帝最大，过去有皇帝，现在有政府。所以他虽然已经民主化了，可是你看这官僚思维有多强盛。你看最近这个事情就这样，每个事务都要罚6万，那个不是6万的问题，那是个尊严的问题。6万大家凑一凑也能够怎样，也能够还了。我打算说每人发起一人一块来帮助师傅缴罚款，就造成社会运动。就是正在法华期忙得很忙了，没时间来搞这个，我就去投稿啊。投稿的时候呢，看看哪个新闻哪个报纸不让我看，我也会把它写一笔。我说我这篇文章投了哪个报，这几个报都不让我看，我也会顺便咬他一口啊。这些媒体就是这样了，怕你把它爆料，那总是有报纸愿意的，我会告诉另外那几张报纸说，欸，他们都不愿意看，那你要不要看？我讲，那你就独家。那他就愿意拿独家。独家的时候，我就顺便倒打一把。我说，我这间这个文字哦，很合理吧？你们诸位看官看一看。然后呢，这某些报纸他就不让我看，他有他的理由，我尊重。但我们不太清楚那理由是什么。我们打抱不平啊。这样，每个人发起一人一块来帮助，好几个师傅呢，每个师傅都要罚6万呢。嗯，他是要杀鸡儆猴还是怎样？他说法就是说，哎，我把你驳回，就是我不听你的，你要驳回人家，就行政作为上来说，这叫行政的一种惩罚，你要让被惩罚者来到案说明嘛，你这才公平啊，你就单靠。警察的那些说明笔录，哎，你那是你官官相护的状态呢，你就说，哎，那你要罚，那人家想要去跟你做说明，不给，直接驳回，然后还跟他教他说，你直接去告我，就是做行政诉讼，这个是很傲慢的，你知道吧？就是我不怕你告啦，我不要按照程序啦，怎样？就这种态度。守护疫情啊，哎，政府有功，但不需要生慢心，你懂吗？啊，也不应该对老百姓这么样子的，好像好你好了不起，老百姓是养你鼻息吃饭的，不是呢？你今天你是下达一个指令，老百姓配合，所以台湾基本疫情在过去防守得住。现在呢，已经知道了，全世界都在走不清零的路线，你继续锁国，你试试看，物料进不来，专业人员进不来，我们的人员也出不去，
那你在满足于清零这件事情，最后是经济会崩溃。大家心里明白，不是说哎，染疫没关系，染疫还是要防，但是最终没办法一直用这种方法，这样听懂吗？所以政府本来就得要转移啊。我同学跟我讲，我就指明，我就跟他说，今天的政府不会那么积极的去开放。第一个当然是老百姓也会怕，哦，几千例几千个，今天是一两千，将近两千嘛，1600多人是这样。然后台湾就快要崩溃了，因为你把老百姓教清零教太久了，蒙在那里太久了，你懂吗？那新闻记者整天像疯子一样，今天多两个人，昨天多三个人，这样。人家那个韩国日本是1天3万人，美国1天30万人，他怎么喊啊？你今天台湾多三个人哦，那个人在哪里来的？你看这新闻记者没东西可以报了，歇斯底里，整个社会在歇斯底里状态，然后政府很满意，你懂吗？为什么？我们前段班呢，你看我们防守的很好，才增加2个人呢，你们尽管紧张，这样子政府的光环永远在。你再玩下看，再玩下去，他也知道完蛋了，不能再玩这种光环了。那老百姓呢？老百姓就被那媒体弄得像歇斯底里，像疯子一样这样。坚强你的自我防疫力，多念佛，多强化你的内在精神跟健康的生活样态。那你就把它当作是感冒状态了嘛，那不然怎么办？当然了，或许它不同一般的感冒，有研究说，得了这个病之后，后续会有一些并发症，对某些人很不好，比如说容易心血管疾病，容易中风，有这个说法。这个我们就不敢说那个是骗人的，我就有可能，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不清零，说大家去得病，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应该要有更好的防疫政策了，因为全世界在改变，所以应该人民要更坚定的坚持自己的一个防疫力的增加。好，那没办法，因为你都饿死了，比你病死还要惨啊，是这样。那所以说病还不一定死，但饿的一定死，没钱就一定死，所以政府渐渐已经只好看到这样，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政府在操作的时候，当然呢，他有他的善意了，他也要表现他政权的有效性，这个都可以理解了，人之常情。只是说继续玩弄下去就不行了。那这当中玩到了宗教就是这样，就那种态度就非常的倨傲，这就是倨傲。好，然后那警察的执行法是居然不跟师父讲说他签名是签什么。所以你要知道，那师父自己要知道，我们任何人都知道，签名是大事情，不能傻乎乎的没事就叫你签。即便他是警察，不要说他警察，总统来叫你签，你都不一定要签的，你都要看清楚才对。啊，有的师父是住山的，你懂吗？那这从小就出家了，那都是对人都是善念的，那可能这样就比较好骗。好，然后可能也有什么业绩压力，要那一阵子说要有几个出来杀鸡儆猴，抓得到杀鸡儆猴，可能是不是有这个需要，这我不知道。好，我没有说他一定是这个想法，但是就这样。所以现在一年了，你知道吗？他没解决。后来我把这事情告诉了律师，律师直接就跟我讲，师父没关系，我们愿意义务服务。哎，请律师要很多钱嘛，现在你看已经律师有跳出来说义务服务了，这表示什么？表示你政府做法不合理嘛？人家律师都打抱不平了。律师是民间人士哦，他不是政府人，啊、哦，他是要收钱的、哦。他现在就说他要义务服务，这样听懂吗？所以这就是人本思维，哦，人本思维在藏教里头呢是比较浓厚的，因为它是可思议的。懂吗？啊，可思议就有，那是你念佛说什么得感应，那谁看得到？你又不能只有证明，所以它就不叫科学的，因为没办法在第二时间
另外的空间复制给第三者看，那就叫做不科学，没办法复制啊。这个人念佛感应能够复制到你身上吗？除非你照他这样做，而且要更虔诚啊，因为你本来就有不信的状态，所以说这不能复制的，这每一个人状态不同啊。结果你用这种角度来看待宗教科不科学，那是非常没道理的。所以说那没道理，也没有要求你国家要相信，而要接受，这是两个独立的状态。宗教不隶属于国家的，不是你宗教就可以随便管。当然宗教师的行为属于世俗性的行为，是被管的、哦、比如说你超车，比如说你滥建滥垦啊，比如说你霸占国有土地，这没话讲，他是可以对待你的，不是说你是宗教师国家就对你没有办法，这点社会人士也一定要懂。但是在宗教范围内的他的解释，还有他个人的存在，宗教长期以来的传统，你就不能随便动它。你比如说道教有那个烧香的传统，对不对？烧金纸的传统，你就不能随便动它。人家那个是在你有中华民国之前几千年前他就这样做了，那你今天你就区区一个什么环保你就要这样弄，你不去看看你那个火力发电，你那个排出来的量是全世界最多的，你不去谈这个，你几张金纸，你说它有空气污染，那你看看机车那怎么办，汽车那怎么办，你一天到晚在那里开，你不去罚吗？所以说这个就超过比例原则，像这样就是不对。那国家为什么敢这样做？因为他认为国最大，我都能管，他习惯这样，他就逾越了一个国家可跟不可之间的那个范围。那不懂啊，老百姓也不懂，政府人员也不懂，上至总统下至警察，他们都不懂，因为文化当中没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宗教基本法来界定这个界限，这样听懂吗？这个并不是要保护什么宗教，其实他没有，他在保护老百姓，他哪里是保护宗教？宗教2000年了，他都活得好好的。你看看中国大陆被灭佛过了好几次灭佛，你看他现在不是也兴盛得很？什么时候宗教需要保护？不是，是人民的心需要保护，还没信佛，不，还没有宗教信仰才需要保护，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要了解啊，这也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就讲到。因为呢，他说了，他说我连舍利佛这个第一智慧第一的，他自认为是智慧，是被佛赞叹为第一的，他都我今自于自疑惑不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是人本智，人本的智慧是有经验可循的智慧，那叫第一没问题。但是超越的不可思议的，他就没辙了。你看看他就必须在这里头自己也产生疑惑，也就是疑惑的意思就是说，那不是我知的，那我应该要谦卑对待，就国家立场是要这样啊。就舍利佛来说，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渴望世尊能教导了，他那个心就放下来了，你懂吗？在这之前是怎么样，我年岁已大，我无有好药之心，直接断然拒绝世尊的教育，是不要的，你知道吗？在这是法华会，法华会之前还有个般若会，在般若会上面，世尊是怎么的温柔呢？世尊跟罗汉们讲说，我有那个教大圣的法，你们帮我去教转教好吗？那罗汉在法华会上这么说，他说我虽然在般若会上讲说那些大圣的道理，但我自于法无有一念好药之心，很有意思哦。也就是老师教你怎么行大圣法，但是老师自我宣称我不干啊，这是我教给你们做的啊，你听懂意思吗？当然有啦，是有逻辑上是可能这样的。比如说奥运选手都背后都有一位都有很大的一个，比如说游泳好了，奥运选手冠军那都好多好多教练，各类的教练在教他怎么样修正动作，然后游泳冠军。但是你知道吗，教导他这些的人呢，很多都是不会游泳的，他只是在运动啊、哦、这些力学当中他是专家，他懂得怎么修正你的角度，诶，你让你游起来更有效率，就这样而已啊。
但它完全是旱鸭子，是这样。有一次吧，哪一国的那个游泳得了金牌，你知道？哇，大家好高，团体金牌，好高兴啊！就把他们教练嘣丢进水里，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教练不会游泳，那教练在那里叫啊叫啊叫啊，哎呀这，哎。要洗我，他们要阴洗，是这样。那个胖教练呢，根本就不会游泳，但是他知道原理嘛，这样懂吗？所以舍利佛就这个状态，就这个状态。所以他会谦卑了。现在他谦卑下来。我说过，罗汉是有慢心的，他对法是有慢的。那我自证自得的嘛，我当然觉得我的对啊，那还什么好说的？您的那个新的我不要。那更糟的就是真上慢，就是法华会上五千离席，那更糟，连听都不想听了。一真上而就慢，这个他不算慢，他不还不是严重，他还没有离席。好、哦，他说他不愿意学，还没有离席，还没有离席。但是到这段文的倒没有表现慢，他表现的担忧，懂吗？表现出担忧状态，他说疑惑不能了。唯是究竟法，唯是所行道啊！我这是究竟法吗？我这是佛陀要我行的道吗？唯是吗？这样懂吗？这开始疑问了。这唯是的，这是问话哦，这是问号之词哦。啊、哦，这样好。接着呢，佛口所生子，他就现在说明了大伙儿。佛弟子是谁？佛口所生就是声闻弟子。佛口怎么说？佛讲出来的教法，能说的，懂吗？懂吗？这是能说的部分，能解释的部分，这是可思议的，这就是声闻教。所以佛口所生子，我们讲声闻就这意思，从声音而闻，就是佛口出来的啊啊好。那么佛口所生子，合掌瞻仰待，愿出为妙音。这个时候他就懵，就担忧了嘛，他就合掌瞻仰待，就一副渴望的眼神，然后渴望什么？愿出微妙音，实为如实说。就瞻仰谁？瞻仰世尊。好，那愿出微妙音，愿谁？愿世尊出微妙音。然后这么实为如实说，这是如实说了。前面讲嘛，这个大乘实相，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对吧？就如实嘛，对不对？现在好吧，就如实说吧。我之前我们听的好像唯是究竟法，不是究竟法，唯是所行道，已经不是佛的所行道。那这样子，请出微妙音，那不是我之前听的音，听着听的音就是所谓声闻音。声闻教法音，现在你要请你讲微妙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内容，但是一定是微妙的，因为甚深微妙法嘛。好，前面一直讲微妙嘛，那您就讲微妙吧。为实为如实说，为我们在适当的时机为我们如实讲这个如实之教法啊、哦。那么下面总说所有的弟子们，包括护法龙天三圣的菩萨圣也一起移了。诸天龙神等啊，其数如恒沙，求佛诸菩萨大数有八万。你看，求佛诸菩萨就是声闻的菩萨出现了，看到没有？菩萨，这是声闻菩萨啊、哦，求佛诸菩萨大数有八万，就大约总重要的就代表的有八万，这个大数是代表性的啊、哦，这主要的有八万，又诸万亿国转轮圣王制，还有呢，十方万亿诸国，他们也只懂藏教法的人，通通万亿国，那各自领着他们的文武百官、人民等转轮圣王制，各国的圣王、转轮圣王来，那佛寺的时候才有转轮圣王，正法、相法才有了，末法没有了啊、哦，转轮圣王。来，那么你看啊、哦，天龙八部啊、哦，天龙鬼神啊、哦，还有十方诸又诸万亿国中的转轮圣王等啊、哦，还有
其数如恒沙的求佛诸菩萨，求声闻菩萨，就是藏教菩萨等这些，有大数有八万哈。然后呢，这个诸天龙神等，它数量有多少？数如恒河沙。这样两句，一个内容，一个是最对象，一个是数目，懂吗？哈、哦，诸天龙神有多少数量？数如恒沙那么多。那藏教人求菩萨道的，他只懂缘起性空，只懂空性偏空见的这些菩萨们有多少？有多少？大数有八万，对吧？好，那接着呢？还有谁？还有转轮圣王带过来的人，有多少转轮圣王？有诸万亿国，看到没有？都有数量哦，好、哦，有数量。然后通通来了，通通来了，干嘛？合掌以尽心呢、啊？欲闻具足道，合掌以恭敬心，这次有恭敬咯，不要说我不想学咯，懂吗？要恭敬，不要离席咯、哦、那恭敬，那欲闻具足道。什么叫具足道？前面讲为事所行道，对不对？那具足完整之道，那才是佛的所行道。我一定是不完整的道，所以不具足，这样知道吗？所以讲的具足道，我已经知道，隐隐约约知道有个更完整的道，这就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那个道也就是所谓的究竟菩提道了，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道，要讲这个了，这样知道吧？但他还不懂嘛，啊，只能够说哦，具足诸道，欲闻具足道，所以这里很精细的，你就理解了这些道理哈。啊，往下我们下一堂课再说了啊，下个讲师再说啊。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于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于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